大家好，不朽战绩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介绍职业的部分。灰刃战士职业，灰刃战士职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玩我们的本尊。那你可以自己创进去玩。那但我们前面的影片先讲一下职业的部分哦，因为职业比较重要了哈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挂机这样。回收，回收其实就有点像是熔炼吧，我觉得。你可以领取一些奖。哦天啊！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主线下去哦，非常的好玩。那当然这边有一个 VIP 啊，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投资计划。然后是那邮件的部分哦，然后你看他的这个，你是不是可以有没有买一些免费的东西，或者是看一些限购价？这个干嘛？哦，祈愿哦，哦对对对对对，舒适放于比值，来70就140，对210就420。所以6316财力就是12800钻石，也就是说70就有140台币，对，70台币。好，那储值方法就是点进去即可储值。那你们这边就是负责有没有一直通关这里好啊，他现在已经在通关中了，所以你也不用赶他，这个部分大家能接受吗？所以就以职业及这个钻石的抽法与比值，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啊，说错了啊，不是说错了，是下面有一个 boss， 一定要点哦。我刚才就忘记点，就我们一直卡在这里。